要对第四章来看，第七章。第七章，参巴拉、多比亚、阿拉伯人、阿文人、阿什古人，听见修理要杀恁城墙的工，在进行补塔化起的所在，拄啊在补塔就真受气。大家三甲计无要来攻击要杀恁，我去内面扰乱。总是阮祈祷咱的上帝，佫因为因的缘故，就派人守望人民的饥荒。第十节，犹太人讲，后兵过也不多，但地的人已经无力，所以咱袂会起声唱。咱的对敌佫捌讲，趁因毋知无看见。咱入因中间，害死因，互因的罪工拢煞十二载。遐个我军对着徛起的犹太人，十摆对各所在来见阮讲：恁得甲着倒来冤家，所以我予百姓各照因的宗族，举刀、举枪、举剑的徛伫城墙后低的所在、空的所在。我观察了，就起来甲贵族、官长、甲伊的百姓讲，无得惊因，着去伫注视大，搁通惊的，着为着恁的兄弟、恁的囝、恁的查某囝、恁的某、恁的厝客来交战。还袂第十六章，对伊跌了后，我的路过一半做工，一半拿钱、半金牌、拿金穿盔甲。官长拢徛伫犹太正人的后面，起声唱的、打底的、各打因的打，一手做工，一手拿工具，起造的大家背倒，照安尼起造，分小角的伫我的身边。十五十，我甲这个贵族、伊官长甲伊的百姓讲，这个工扩大，咱伫城墙顶分开三里。真，恁无论伫哪落，听见小家的声，就着聚集来到阮遐。咱的上帝要替咱交战。以上，这是要请上帝团队来献诗。
牧师要讲的题目是变作者、破坏者、关键弟兄。安尼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真欢喜这个时间，咱有三团这个演诗，或者听新华的演诗。啊，即马听到阮老师、阮立芳老师对草根安尼千里迢迢来到咱遮，陪咱的长辈。带咱认识俄罗斯上帝，嘛感觉伫这个时，咱有一群青年已经对顶礼拜对拜因落去啊，然后下早起阁一台游览车去到伫家己个环路，嘛是伫遐伫个认识俄罗斯咱个主咱个上帝，因为咱个教会毋茫是一个对少年到中年到。然后讲即卖年老嘛无，即卖咧迄个WHO 世界卫生组织讲，到几岁才年老，到八十才年老，伊七十九以前拢还阁是中年人，所以咱毋嘛咱即个吟诗学乐的团体，真正是对咱的细汉囡仔，一直吟吟到咱年老的时，也阁伫咧吟诗学乐。咱伫咱个社会中间真侪角色，耶稣予咱有一个故事，讲撒玛利亚人个故事。有一个生意人去做生意，倒转来到伫半路，然后拄着歹人，互人抢，互人拍，拍到半小时，等伫路边。所以，才有一个伤害者抢人强盗，被害者互人抢个拍到半小时个生意人。给伤害者打人的，无人怕。然后过来讲，迄个人伫路边海海山，有一个对遐过，闪过；两个对遐过，闪过。到伫第三个讲，即、这个第三个听到遐人海海山的声，就惊我去帮助迄个受伤害的人。安尼，即个只搁出现两种的角色。一个是无论身边发生什么代志，拢甲我无关系的人，只要若毋是我的代志，我拢是局外人。我毋通活得较好，今日我去救一个人的时，后壁迄个强盗过来跟我动手，真够保护家己，我家己顾好就好。所以讲。至少门前雪。佮另外一种是，伊听到人受伤、受怕、害害惨的声，伊就亲像耶稣，三心慈悲怜悯，然后就接近迄个受伤的人。这是一个起助者，这是一个保护者，这是一个医治者。这是一个陪伴者，因为伫一个社会、伫一个团体，定定拢有即款、即几种的角色。唔知你普通时扮演倒一种角色？若无说你有一种人，你咧做代志，你咧讲话真紧去伤着人，意思是另外一个定定都有伤着，伤着了有人拢伫边啊。有真侪人，甲了受害者、甲伤害人个，也袂去鼓劝，也袂去医治安慰，拢无。总是有一种个人是真敖去做遐暗中伫个保护防护个人，你毋知着一种个角色。这段时间咱伫个看尼米，咱会看到尼米，进入变化看了吼。尼米讲，伊是一个起助者，现在一个起助，要一个前提讲，伊看到伊的同胞受着真大的患难，伊的同胞受着外邦人真大的侮辱，然后伫伊故乡的所在耶路撒冷的圣城的城墙受拆毁，城门受拔去放火烧。哎呀，这个凄惨的情景，
年纪虽然伫波斯帝国内面，伫王的身边，伫咧做酒酒，遐尼高的官位，伊会当成做一个旁观者，伊会当选择，这拢甲我无关系。总是今仔日，伊看到伊的同胞生活伫一个惨境的内面，伊家己全唔惊死。就要跳去。要任何时阵，你若是一个有贴心、想要服务别人的，当你开始咧想，有可能，你咧想，你开始咧讲，人就甲你调。你想，你讲，上好你莫有行动，你若真正行动出来，然后真侪反对声就到位啦。今仔日咱是对遮的，咱伫咧学，伫咧学。咱在咱的家庭内面，咱在培养咱的囝。我要拜托你，唔通把你的囝伤过头苦哦，互伊唔捌这个世间事。你要让咱甲咱的囝，大家人心灵真单纯，但是伊爱知世界话是啥物。若无放出去，伊拢认为世界拢甲咱斗共款，遐尼单纯，遐尼听我。伊最近有当时啊。安全死的用知影，所以有当时咱伫咧培养咱的囝的时，唔通忘记着，世界是真残酷。但是咱基督徒受召，就是爱伫残酷、黑暗、歹人充满的所在，伫遐咱讲主啊，我决意要跟你脚步行，主啊，我要做你忠实的学生，主啊，你受。你为着听受定义是伫过顶，我嘛要成做一个听人的子民，受洗进入迄个黑暗惊惊的世界。外口的人可能走了了，但是也搁有看到规个基督徒徛伫啊。因为常常有一个受害者，有加害者，有对敌的，有人要起造，有人要起造，然后有对敌的，一个陷害要做教育的工作。然后底下有旁观者，伫中间有一挂人，常常爱惊醒讲，我是一个什么款的角色？我站伫你的身边，我是到起造你的生命的，还是我伫你身边，我是咧拆毁你的生命？当别人一个甲伫咧讲伊安怎样的时 ，OK， 啊，咱是第三者。你话咱真细腻讲，即句甲伫咧背景音，然后我是要正做一个拢无插边、插代志的旁观者，还是我会当扮演某种职业的角色，帮衬因会当正做一个高高的兄弟姊妹。嘛有人毋是扮演迄个和平的使者，是搁加油添醋，搁好落去，搁拉落，搁拉落。恁兄弟啊，姊妹啊，老拉开，啊，面搁较好看。因为你比对迄个场景，对伊个同胞所受迄个场景，伊采取一个行动，对遐个同胞等于等于到伊个故乡，对遐个同胞讲，咱所拄着个艰难，亚罗萨丁怎样荒凉？城门怎样，互人放火烧，恁拢看见啦！来啊，咱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面顶咱就是凝聚。然后第三章，咱已经读过第三章，因开始照时间分配工作，对一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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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由什么人来做，还拢分别好势，然后开始大家人分用做这个水的工。有人画，有人地，来啊！咱三个来制作，因为咱遮有画件。我唔知你伫你个家庭个中间，你会当正做即个好样个人无？咱讲家家安怎，拢有难念的经。每一个家庭拢有咱个问题，莫小瞧。即问题伫迄个问题个中间，你去扮演做一个角色，咱是要对年纪比来学习讲，
上帝啊，我毋茫会当成啊做即款个子民，我带着使命要学尼米讲，来啊兄弟姊妹啊，咱三个来去做，来啊兄弟姊妹啊，咱来报咱父母所留落来个。即款问题有真侪，父母留落来个，囝无去报，有当时啊煞。父母真水的声情诉，囝听完了了。啊，这个家这个一个精神是讲，袂安怎样在咱的性命中间有破起来，真正是信仰的诶使命感伫上帝面前，咱诚做一条受保镖的人。啊，你比你的话去做，这个家参拜啊，顶顶一挂人，因一个最拆毁的工具。第二章十九节。即讲，何伦人查某人，连最奴才阿文人都比那，甲阿拉伯人之先听见就笑惯，藐视惯，讲你们做啥物啊？要背叛罗马？因藐视，因讥笑，因为遮个人无爱看到犹太人忠贞因的声像。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八节，安尼讲，差不多听见我收着声像就大受气，大大恼恨万分，气笑犹太人。第八节讲，大家都无要来攻击耶路撒冷，互城内安怎混乱？有人就是心遮歹，有人就是心遮歹。因为咱会记得常常有一个角色。起造的人是上帝的子，拆毁的人是魔鬼的子。咱常常领受阿伯拉罕的信仰，就是讲上帝讲我要降临，但是你就要让万百姓因为你得着福气，我祝福你。然后你爱吃做人会祝福的烦恼，基督徒咱已经对上帝啊领受做恩典 ，Amazing Grace。啊，咱领受恩典的人，一个活着一个目的，变做吃做别人的祝福，吃做一个祈祷者的角色。所以伫你的身边有做受伤的人，你吃做因受伤的人的安慰。鼓励，你有责任到扶他你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啊，唔通多想。这个社会有真多破绽，唔知变化，知了后，伊都无你得较好有反应。遐有人在害惨，若假使拢无人，也无受伤，也无害惨，你条路你安怎行，拢无代志。即个问题，即突然无代无志，一个人伫遐害害惨，心寒甲焦，伫遮见面，讲有人闪过，莫插较好，插个要啥代？因为搁倒转来反省伫咱个家庭教育，父母怎样伫咧教你个囝，教囝着爱有公平正义。教囝就爱观看周边，成做一个颠倒颠颠的人，互黑暗变做光明。在咱的环境的中间，囝、查某囝，你就爱在恁的班上，而且你爱成做一个，互人看到你就欢喜，因为你有正心，你够教给人欢喜。你是咧教你的囝这款的，还是你个常常咧教你的囝讲，莫掺麻烦人的代志，拢莫掺迄。你甲你家己切头好就好，嘿。那有啥物代志啦？你想看你啥物边啊？紧走啊！唔是紧走，是紧走。你甲老师讲才对。因为咱个本在有伫囡仔，虽然一步一步教育的年岁，咱伫一个家庭安怎样，上面会晓保护家己，上面会晓关心边啊。有一日，伊才有法度通去成做一个有责任的妈妈，有责任的爸爸，然后有担当的能力，到成做社会贡献者。由于咱
犹太人的早期有比咱较好，但是受艰难两千年，佮有即个上帝信仰了，今仔日的犹太人比咱台湾人好太侪。咱今仔日台湾人也佮停留伫两千年前、四千年前的犹太人，拢敢若伫咧顾家己。迄、那个时代犹太人真少数会晓徛出来，像遮尼比是中间的一个，少数中间的一个。因为咱台湾那么一个天后，天后有人会当出来活，唔是为着家己好，唔是为着家己的党派好，是为着所有的党派。只要你的命运在台湾，不管你是基督徒，唔是基督徒，不管你是国民党，唔是国民党，不管你是民进党，唔是民进党，拢同款。你只要你的卡在家，你就值得土地的主民。无论什么党，什么去，拢是为了关心这个土地更加好。那安尼，所有福利拢爱到伫每一个人身上，名利咱会当保留下。因为恶毒的人常常会取笑遐要做工的，会藐视、会怨恨、会攻击，然后唔望恁乱，唔望恁出代志。耶稣讲，恁才会做快乐。而且一个很出名的领导者，领导者的训练者，原来很出名的一个教育者，John Maxwell，伊提出几点，伊咧讲起，你若面对有人批评你的时，你就怎样看这个代志？真多人受到别人批评，打一了就倒落去啊！面对有人批评，唔免惊吓；面对有人打击，只个只将马斯威尔伊荷兰队的提醒伊讲：第一，你着爱大声、安静去分辨批评你来的动机是啥。批评你的人，这个批评无同款的声，那是为着你好，你爱甲感谢。这不是所有批评，还是无同款的提醒的声，拢是为着要吃倒你，不是不是。有真侪有真侪提醒的声，甚至更加严批评的声，拢是为着你好。第二，大声用轻松的态度领受别人的批评，大声用轻松的态度来领受，莫看甲遐严肃。现在莫看甲遐严肃，因为这世间，大人拢好人，还是大人无拢无好？这世间咱拢是好人，还是这世间无一个好人？这世间无一个好人。这世间无一个完全的好人啊！你讲安怎好嘛？有你的缺点，我王进才我说安怎好嘛？我有我的缺点，所以在这个基础的下面，唔免惊。那有人对咱批评提醒的声，咱先轻松面对他，真多谢。将我若给你提醒。表示我一定就拢比你较好，是无？是无？无啦，不是啦。我若甲你提醒，是因为第七点，第七点，你认为我会当做搁较好，安尼尔啦。唔是提醒别人咧，批评别人，拢比别人较好无啦。因为咱拢无完全，所以轻轻松松。领受每一个对咱，无论是善意的提醒、恶意的批评，拢不要紧，莫遐尼严肃。第三，也咱认清，搁较好的人，你拢会受到真无情的批评；搁较好的人，拢会受到无情的批评。这句话是真个假？真个吼？
特别你若要徛出来做公干，你还有这款的心理准备，你若像吼，我这么热心，我这么认真，我牺牲偌济，我拢无分。啊，我做到呢，做到现在讲安怎？做到老官哦，你讲到老官呢？嫌到老官？啊，恁莫太过心。特别对年纪伫咧起坐，也着说你用声唱，你着知影。恁社会人个法官，你若立志要做那水个代志，那要紧个代志，都有那侪无同款个声音伫安尼甲你拉拉扯扯。拢莫做代志，安尼若无着拢莫做代志。像拢亲像你咧批评个即个，拢做一个局外人，即个社会不甲清楚，所以才也爱咱认清讲。更加好的人，常常拢会拄到无情的批判，这是人间的无奈啦。知就好啊，莫想过严肃。第四，伊讲到注意批评者的态度、甲动机啦。批评你的人，你爱听伊的动机、甲伊的态度。因的动机甲态度，比因所批判的人，即个伫咧批判别人、提醒别人，即个人的动机甲态度怎样，比伊咧批判即个人，搁较要紧啦。真侪时阵，咱听一个人伫咧批判一个，咱的目睭，拢会注意伊，咱的心拢伫伊，因为伊咧批判伊。像马斯威尔伫咧提醒咱讲。那有人伫咧批判另外一个，内心咱爱检验伊的动机甲伊的态度有健康啊无？安尼是内心检验互人批判迄个，还是检验批判人？批判人。所以，恁囝读册读一年。啊，有迄知名的家长伫咧陪伴恁囝，家长站来甲你讲，阮囝吼，讲恁囝吼，伫学校安怎，我都甲你拜托个啊，你毋通转去着手指仔举咧，我听讲你伫学安怎，做你搁甲爸到尾啊。人就是目标，就是讲哦，第一名变做一名，后面再一名怎倒落去？因为先检查批判者的动机甲态度，比迄个人互人批评较要紧。这是种马斯洛对咱的提醒。第五，但是莫注意批评者的话，爱注意因的观点。莫注意因讲啥话，爱注意因即马讲出来即个观点，偌侪人来支持啦。这有要紧啊？无要紧。真侪人吼，无事，你即个物件，你着安怎创？你毋通安怎创？安怎创？即款就是啊。我听一摆，听两摆，听三摆，听，然后我感觉毋管你即个人。你伫团体内面无啥人言，你咧讲话也无啥人来听，啊？安尼到底，这个人真好意伫咧甲咱提醒，安尼咱是要领受伊的话，还是无爱领受伊的话？领受伊的观点，还是无领受伊的观点？所以，伫你的生命的中间，真注意哦，什么人伫你的边啊，他妈咬耳朵。咱真无彩的是，咱的侪领导阶层，即马政府的领导阶层，因所提出来的政策，甲人民的需要差距太远了。迄就是即个差别，观点到底你即马提出的物件，到底偌侪人需要，
需要的较侪人需要的，你提出来是毋是较侪人需要，还是干那少数人需要？我想伫中嘛，所有伫咧提起来有讲。当老人批评你的时，你莫想注意伊的话，爱注意伊的观点到底偌侪人支持啊？恁人做了有对的判断，对啦。时间的证明，啥人是对，啥人唔对。所以你若认为你这个物件你对，请你用忍耐、用正心，圣经的话叫做坚韧。那忍耐到底的，安怎终必得救。所以一个诚实的人格，忍耐真要紧。忍耐就是讲互咱挡，伊个好歹，真侪时阵无辜无明的事，乌暗甲光明伫咧为着这项代志，伫咧拉扯为何事时，毋忘则是咧讲，既然啊，你要站立得住，时间会还给你公道，会证明一切。所以真正。稳定度有够的人，绝对袂求目前的胜利。第七，而且咧提醒讲，伫即款的无辜无明的人间、起起落落的社会，还是是非不明的情境的中间，伊咧提醒讲，要紧得随时甲积极乐观的人徛到边啊，随时爱甲积极乐观的人徛到边。迄、那个帮助你 carry on， 互你的价值直直行落去，唔通身边常常互一挂悲观的、无信心的、惊吓的人围围做你的好朋友，然后呢，你人生会直直行对悲惨的路径去。你身边的朋友是甚物款的人？第八，最后一个讲，要注意家己的目标。人啊，你今仔日咧坚持的是啥物？你的目标有清楚啊无？你的目标是真正是为了起造、为了祝福吗？还是倒转来阿伯阿按的，上帝予伊的？我们祝福你，你要行最最正人的祝福，要使人听你们。因为今仔日伫这个遮侪侪人，咱需要你诚侪我的朋友了后，对我是有帮助。你捌着我，我做你的朋友甲兄弟了后，我会当伫你的身边，诚侪你的生命起造者、保护者、安慰者、鼓励者。我因你们福，你也因我们福。安尼，咱这唔通个。过来就过犹不及，注意这句话。什么叫做过犹不及？想过头好不好？妈妈为着囝，吼，直直付出，直直付出，直直付出，直直保护，直直保护，再前再后拢唔敢互伊行路。哎，前头拢真条条，袂使恁听卡。囡仔拢，然后大汉拢保护，大汉拢对伊照好，大汉拢对伊关好。安尼好唔好？真疼囝，好过头疼囝会害着伊，所以即摆来讲啊，过头无足要。伊拢无定定爱拿捏到伊只。我真爱新人一句话讲 ：My business, your business。这是我的代志，若是我的代志，甲你有责任无？你无责任。那是你的代志，我有责任无？我无责任。那是我的代志，你若有啥物意见，做我的参考，就好，唔通逼我。你知无？你讲讲的，听我变讲讲的了，放互我。咱台湾话即句话真水啊！啊，凊彩啦，凊彩。你知凊彩原意是啥物无？亲吼，这是变音啦。青菜迄个青就是皇帝，皇帝迄个青啊，青肉的青啊。青菜迄个青就是皇帝啊，你
尊重你，由你来裁决啦，凊彩皇帝裁决。那这若是我的代志哦，互我来裁决；啊，这若是你的代志，互你来裁决。村的人讲话，咱干那做参考尔。因为这是人际关系足要紧、足要紧的一个规矩，啥人去破坏伊，啥物来做代志？唔知我安尼讲，恁要讲阿免无？大家人干那把你的代志创好，把你的角色扮演好，安尼就好啊。上面就包括啊，要做尽量的劳工，唔通做伤济。做伤济，人会嫌啰嗦。妈妈嘛唔通讲伤济，讲伤济，人妈妈足遭殃，遭殃就变歹命。提适当提醒就好。衫出来要穿唔穿，你应该讲了提醒了。阿婆阿会死啦。便当无走，一顿嘛袂安全嘛，对不对？连到有当时啊，高压又高嘞，高嘞，腹肚也袂正常，需要大哭。咱个囡仔即摆拢食伤济，所以知影讲，即袂化病，即无治到有病啊，即无下落不要紧。所以消化较自然，你真侪生活了，我真爱自然，大家自然就好。过转来家己注意秘密。咱咧学伊伫咧做一寡只，当攻击遮一只狗的时，你咧脚酸手软吗？参观咱遮听着，我咧起做修整城墙，因着大生气，着起笑，因着真侪真歹听的话。即两只犹太人要做啥物呢？要保护家己吗？要献祭吗？要自力成功吗？要伫这土堆内面烧石头来起墙吗？就笑讲因所起造的城石壁吼，就只啊狐狸爬起啊狐狸爬起啊站在遐石壁就了了去啊。所以即起笑伊个人讲无好听话。所以，伫咱的人生，唔当听着别人咧讲一挂歹听话哦，你着脚酸手软的。你若是好人，你若是真正的好人，你着只要你伫上帝面前认为你所做的是对，你着好爱好好行善。因搁伫咧讲啥？最后知影才讲，我咧在对着搁讲，看因唔知，看因无看到咱的时，咱秘一来因中间，甲因抬啊，阻止因。做这个工作，就开心。啊，你比安怎样做？在这个艰难、在这个困境的中间，伊还佫五所彩标走，伊要完成伊人生的梦，伊要成做一个起造者，伫破起啊、破碎的所在，伊要五万带一群人到起造好势。伊安尼祈祷讲：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垂听。因为阮受藐视，求你予因的诽谤归伫因家己的头壳顶。求你求上帝啊，予因对阮讲的歹听话归伫因家己。你咪无爱甲闽南、甲南那么对呛，无意思。你若是一个有将军的人才，你唔通甲遐罗卡的主要当面伫咧对呛，你无计。你咪徛到阮关。伊若有，伊是甲遮个安怎靠外上帝，外头去靠外上帝，莫甲人哥哥顶。因为你若拄着代志个时，注意哦，你是去找人哥顶，还是你咧靠外上帝？你你个态度互咱来好。伊个祈祷讲，阮祈祷阮个上帝，因为遮歹人个缘故，阮派人过手。然后封闭好势，因为这歹人的攻击缘故，阮这边只个只歹人防守封闭，然后中，为伫这个只有一寡起造，你要安怎样？要安怎伫艰难的中间，祈祷以外采取实际行动？伊安尼佫讲，然后再讲，安尼，阮修造城墙，城墙就联络，然后起到一半。因为百姓全心做这个工，
外口的台电侮辱起笑，互颠倒，互内部的人搁较专心做工。上惊的是外口攻击起笑，内部的人恐慌分裂。遮内面若顾好的是颠倒遐的，然后我查看了，就对遮的官长讲，唔免惊因，要纪念上主是大通惊为的。恁咧为着恁的兄弟、兄弟、母子、财产来争战，伊即马拖来，咱今仔日恁来做这个工作，做这个起造，唔通袂记哦。为着咱的兄弟，为着咱的姊妹，为着咱的兄弟，为着咱的财产，咱伫咧争战，这是拢甲大家人的安全有关的。今仔日咱咧起造咱的社会，今仔日咱咧起造咱的教会，今仔日咱咧起造，拢同款。所以就分配这些百姓各安因的宗族，因为这个宗族你嘛会当甲讲是团结。那你教会来讲，这个宗族嘛会当讲伫咱的社会一个组织一个组织，然后照这个组织，就去分配因的工，大人提手就提刀提枪提剑，因一面做工，一面做工，一面辛苦落配刀配提枪。大家人真精神，持续做工无停，然后精神的心嘛无松懈。如果讲，咱上帝的确要为着咱精进，为什么咱上帝？上帝无为着因精进，而为着咱精进。因为听阿伟的人是魔鬼阿囝，起造的人是上帝阿囝。上帝为着起造的人精进，好个精进。诶，常常咱都要注意咱的角色，是起造者还是拆毁者？是帮忙者还是批评者？然后，因为咱今仔日咱伫咧谈秘密，就是咧毋忘咱逐个人伫咧对遮个角色。外口的对敌无可怕，上可怕的就是内面。咱内面有共性吗？咱内面有共同的目标甲使命感吗？咱大家人谦卑，大家坚信彼此分工合作吗？咱今仔日所做，为着咱这代的故事嘛，为着咱下一代的安全，甲幸福。所以大家人三个伫遮互相提醒，秘密的故事。毋忘秘密的上帝，诚做你的上帝；秘密的信用，诚做你的信用。你要面对艰难的态度，变成你我咱共同的态度。真趣味，这个只第四章十五节只一句讲：对着听见我知因的心灵，看见上帝也破坏因的计谋，对着有来啊无来，就没来了啦。所以我对着唔敢来，破这下话话口要攻击的声，看到内部敬畏上帝。看到内部分工合作、团结三件，对敌团消失，因为这个叫一个消长的理论，叫一个消长的理论。那伫这个家，你会当你本身正做公益、和平、三件，你会当行正做迄个一份子啊。大家人若伫伫徛对迄个起造者伫伫遐过，破坏者就伫伫消灭。起造者来拿来拿少，拿来拿少，破坏者的声就拿来拿大，拿来拿大，因为破坏就成功。啊，咱的教会，咱的社会，对啊，对啊。因为即摆新华杯，新华杯伫伫咧话讲，哎呦，新华杯，啥物新华杯伫咱的娱乐教会要紧啊，不要紧？要紧啊！娱乐教会，咱咧正做娱乐教会，信用传统，好的信用传统的继承者。请你拜托的哈，你即群人也无参加什么团体，只要你嘴的讲话发五厘米，佫发得出来，你着趁你即群嘴也佫会讲话发声，进来唱歌。因当时你想要唱歌，你嘛无声，迄个是拢上班啊。拜托嘞，生活必须要你，特别人声，听讲特别人声。哦，来拢来，鼓励你的囡仔，我若伫少年的时来有唱歌。唱歌的人老学老，会唱歌的人，唔知当唱歌的人，啊，定定伊生活真垃圾的，伊个，啊，咱个妇女团结需要人，
需要少年人。只要你囡仔来念差不多高中了后，唔忙来当一挂人有关系。少年、青年、社青，同款，出一个还有人去斗教。我想要安怎让咱的囡仔，只个只即几天伫彰师大有一群人百亿的囡仔伫遐咧学台语。我要甲咱讲一下伫怎话。我昨昏去看遐百亿的囡仔，因积极伫咧学台语，要二十几个老师摕着政府的老师牌，老师在咧教遮个囡仔讲台语。因看起咱的囡仔真危机。我是台湾人啊，我五年，我五年啊，因为连咱家己的囡仔都不要讲咱的话，有危机啊，有危机。囡仔讲哪做会哪聪明啊，哪不聪明啊，哪聪。囡仔讲哪侪话哪聪明，文化刺激哪侪，写出咱互伊家己，写出咱家己的母话，可以晓讲话，可以晓讲台湾话。伊出去就自然了用华语甲人，所以你拜托，这拢是咱台湾。咱大家人三脚来去做咱英雄教育，伫咱一代的故事，需要你大家人来参与。无一个人是英人，无一个人是局外人。唔嘛，你大家人拢徛不转来，徛来到起坐的迄边，一人去任用一个工作，一人去任用一个团结，大家人三个来参与，安尼好唔好？台湾有太侪局外人，台湾有太侪无咧关心社会事的人，咱大家这个社会是咱的，大家人到社会之前，咱是上帝的百姓，上帝给咱财产，给咱时间，给咱勇敢的身躯，拜托 ，do something good。三个字的，做官在你的面前，个别我真正两者无交易。真侪时阵，我若无倒徛过来伫起坐者这边，不小心我就正做倒徛位者。愿你赦免我的罪，除去我的软弱，在耶稣基督内面，予我正做一个新创造的，正做一个起坐者。祈祷感谢主做的名。因为现在是一个画面。